没事了吧？挺好的。快到完了。哦，继续修，一直到圆满空心。挺好的，休息。但是有境界是有境界的满，但否则，但是你要也就是说，尽量的在圆满这个之界和继续修定力啊这些，否则我们启用不了。就是说只是在境界里，好像是啥也能吐出猪也能吐火也能吐惨的，出来啥也吐不了，而且出来以后呢，一点点事还反而好大一阵，就你启用不了，用不上，但是在境界玩也不怕。可是您刚才说正定的话，好像我现在就这么乱七八糟，又很懒散的，不好好做功课。这个该吃肉吃肉，该喝酒喝酒，也没有，怎样？正定，你正正的坐在那儿，就是不在境界玩，气脉才能转。你人力的气脉才能转，否则你那些东西都在心神里边野化的，你那些境界，在神里边野化的，哎，但它气脉转不了。那个、你心必须气脉的转化是心进入无分别状态，就是我们不住而远对立的状态，从人力的心从人力的无分别状态解脱出来。因为你现在心神，比如说你住你也是人力的认知嘛，啊，你会就说不管你梦境里边什么，还是在你还没出了人道的，就是就算你天眼也是在说看见光了或者什么，只是看见了，但你意识层面你对光的认知还是人力的，啊。所以你那些境界是在意识层面，就是在认知出的境界，不管它是上一世、上上世，或者是修行的。但是呢，你头脑，你只要你的知界没有从人道出来，你的气脉就不会转，还是人道的。所以你必须在这儿停下对人道的认知，停下二元对，人道是二元对立的认知嘛，手心手背，哎，上下左右前后，你停下分别。然后如如不动，人力的东西才会转。你现在身体是父精母血嘛？你是由父精母血，父精母血才会开始转化。哦，如果你在境界里你玩就是你在意识层面玩，在心神里边玩。心神里边，但是你心神里边有分别认知啊，你不要有啊，有分别之见嘛，你有之见的。你说哎，这个是阿弥陀佛，那个是文殊菩萨，那个是这个也是你人道的认知啊。如果你进入，你不用超脱，你也不用管，诸佛菩萨来。但是呢，你要想转化肉体，但是你一开始修行，你可以在心神里玩，这个也没什么影响，哎。但是呢，你会很长时间用不上你这种神通，用不起，启用不了。你要想启用，在人道启用正如空性的话，你只能停下来，停下那种头脑的环境。我闻到刘也脚臭，也只能把它当不臭、他臭你不离他远点，你非得在那儿练吗？离不开是吧？那个屋子就那么大，那么多人，那没办法了，那实在不行就买个香水啊、鼻通啊，老人放在底下，就善巧方便嘛。是啊，你非得在那儿练无分别吗？你好臭，好臭！你又不走鼻根的，那就是这块弄两个什么鼻通啊。堵一个呗，或者是底下放个就是香薰啊，自己熏呗。是是。那个他堵个那个臭抗衡的呗。是。是吧？练无分别也是，这要多度，大家就是在修正的过程中善巧方便呗，是吧？就是不到，有时候还不到那时候嘛。就像当年舍利弗是哪个？我大弟在山洞里边嘛，山洞里边有蝎，毒蝎子嘛，他不是猎无分别嘛，就在山洞，那蝎子爬满一身，他不动，如如不动，最后佛进去把他拉出来，你找死啊你，一会儿就中毒了，你又没那个承受力嘛，但佛不这样说话，我说出来以后不能这样修是吧？说先修别的嘛，你非得为了蝎子嘛？那你说没弄好的，你就毒发身亡了。你一会儿，我没那个功夫的时候，是吧？但是要善巧方便，就是，但是舍利弗就是可能我忘了是不是舍利弗，可能觉得哎，我这样子来练这个承受力嘛。但佛觉得你还不到，不要练那个承受力，没啥必要。那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功课。知见上越来越透彻，
实际上越来越透彻，你自然知道怎么做。哦。越来越圆满。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些道理，我发现大家，但是在没有在实证上没有进入的时候，其实都是似是而非，都是在头脑里玩游戏，嗯，在心思里玩游戏，借力空性，就是在能想象出来的空性。因为永远还在，你说二月对立，这就像我刚才说，你有一个空性，有一个分差别相，你还有一根多的差别。你这个你说，哎，空性里边有万物的众生，众生在那，你这都是想象的，众生在那幻起幻灭的，带业看这个看那，因为你已经看见了。其实这个是没破镜像才会这样想，我执为空嘛。甚至这样子，你就去修个法门，修修修，就算有点神通。或者什么没住有苦心也可惜了，这一生也没啥意思。就是有时候其实你是他有时候看到一些就是我们在境界里玩，或者他只是说对，有时候是一种能量等级而已。嗯，有些能量等级的振动频率他就能在里边成像，但成像他不会无缘无故，他是带业成像，就是你带着生生世世的业力境界，它就会呈现生生世世的影像。但是你又拿这一世人力的眼睛去评定那个影像，所以那个影像就永远变成你现在的样子，就是错了。你不会看到那，其实比如说禅定里边，你在境界里边，它在心神里边，但是呢你出现的时候一定和你现在是有关联的，或者长得很像你，或者甚至不像你，也是个人力，或者是天人，或者是什么，甚至一束光，但是意识层面有你的影子，有你现在的影子。层面是光，但是每一个我那个挺不对，都跟我现在完全不像。那也可以。我一直照镜子都觉得啊，这人谁呀、啊、这么丑？嗯，算了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多个形象也没关系，但意识层面停下来才是真的。嗯，意识层面一停分别，其实挺清净的，世界没事情。突然所有的境界全停。不用，其实不用停，它就停了。你没有停，或者是去玩的欲望，它就停了。好奇心还是很重。这个很在所难免，每个人都有。嗯。就是修那种，这就像那五台山那个所熬粥的那个和尚，文殊菩萨变成个骑着狮子在人家锅沿上走嘛。他骑着狮子，一个小狮子，他不是熬粥嘛？他在他那个大锅沿上转。听说他修得好嘛？他去看他嘛。变成这么大个小狮子，文殊菩萨骑上，在他那锅沿上就落下来看他，然后他拿个熬粥那个棒，可能正入定呢，去去去去，打到文殊菩萨说：“我这五台山的出家人，我这五台山是我的，还现在我都混成这样了，被老僧洗，混到这种，那不是文殊菩萨只有气。”我现在已经混到被老僧嫌弃的地步了，老和尚嫌弃他，去去去去，烦，这是入定了，你真的是，人家说熬粥嘛，别叫粥，别念佛，入定了，我说不让去，去去去，别打我，是吧？然后你是文殊菩萨一来啊，文殊菩萨你来啦。你看我熬的粥想不想给你碗？我会这样的，我也会。说你来了，多留一会儿，多留一会儿，等一会儿我把粥盛出来，咱俩聊聊天。是啊，文殊菩萨直接就走了。文殊菩萨，去去去去，不是你说，不跟你聊了。他说定力不够。